どうも、クロでーす。Hololive 第二弹。没错，从上次轰动到现在根本没停下来过的 Hololive， 这次出了第二弹的补充包啦。这次补充包的重点之一呢，就是 EN ID 六七声终于可以组牌组啦。上次的特别包，因为每个人只有出一张卡片，所以要说组成一副六七声的牌组是不可能的。但是这次包括 Gura、 Lis、 总帅以及其他角色在卡片系统上都有建立起来，也就是说终于有主打 EN ID 六七声的牌组啦。那废话不多说，先来开盒吧。この動画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开盒。 PR 是老鼠的阔图 C 叉。第一张双 R， 向未来踏出的一步 ，Crazy Oli， 三等联动。双儿向未来踏出的一步 Gaugura， 一样是三等联动。SR 资金运用 AkiLoze。双儿向未来踏出的一步 Molly Calliope 一等联动。SR 前辈的威压Tokino Sola， 空妈最强说。SR 桃色天使 Akai Hato。
双儿，轻松的时间 Iris 零等集中。双儿向未来踏出的一步，サカマタクロエ，一等别动。第二盒 PR 是亚麻达，第一包就双儿，向未来踏出的一步 Laplace Darkness 三等联动。双儿龟 POP Luckily 阿亚妹三等早出，双儿两人的水族馆约会，阿玛内卡纳塔。SR 研究的成果。アクイコヨリ。双儿，猫耳模式，紫シオン。双儿向未来踏出的一步 Sakamata Kuroe 一等联动，诶，聚焦虎鲸太强劲了啦。SR 饭团调酒师 Nekomata Okayu，
SR 猫耳模式 Murasaki Shion 又出一张。OK， 来看看这次的结果。第一盒最棒的应该是 Kelly 跟 Guda 各出一，加上 Iris 集中跟 EN 神话组相性很好，所以如果是想组 EN 神话的话，这一盒是非常好的。第二盒刚好的也是虎鲸跟总帅都有出，想组六级生的话，这盒也算不错。单盒配率的话就是五双 R 三 SR。然后是这次一箱的 SR， 首先是黄色、绿色、红色，最后是蓝色。这次全145种都有 SR， 一箱出了44种，就算想要全 SR 看来也不容易。 3R 部分是全15种，里面开出五种，先后共一样是一箱一套。最后这次的签卡配率是 1SSP 4SP， 这次跟第一弹是一样的配率，因为这次的签卡总种类数比上次更多，所以其实跟上次的配率一样，我是觉得偏少。如果有想要的角色要拼开箱的话，可能需要考虑一下。以上是这次 Hololive 第二弹开箱，这弹的翻译一样有放在猫罐子以及我的粉专相簿，有需要的都可以去看看。那么就给各位猜猜这次一箱出了几张 R 卡的新阶呢？答案十秒后揭晓。答案，四张。拜拜。